中破塞传人对上巴黎原住民餐厅主厨，这集吃不到绝对堆心瓜。原住民。我不是原住民，但为什么你不是原住民？我是马祖人，我本身现在在巴黎经营原住民主题餐厅。到这时候，东北响了之后，我们鲍鱼就给它下，稍微给它下去，那我们再把这个昆布那个鲜味把它带上去，所以我把它盖到鲍鱼上，那把它盖起来焖个三分钟就好了。加点辣根酱下去。哎，你这个要露出来了，这个。顶级海陆全都上，乌鱼子、鱼子酱、鲜嫩勇士鸡、炸肥美烤鸭，吹票吹到底了。哦，哎，你不要用卫生纸，不要，我用手指头就可以了。不行，台湾的乌鱼子，满满的给它上去就对了，这样才够台啊。这是鱼子酱，20罐的鱼子酱浓缩成这一条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鸡肉里面塑到龙葵、鸡肉慕斯混合在一起，然后调味，然后把它塑形，塑成水滴形。哎，他刚一拿刀之后，我打算要选他了，有点怕。鹅肝冻搭配着水蜜桃的一个芬芳的香气，什么啊？为什么这个表情？压箱宝完成。欢迎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双厨掌功夫，吃不到好想哭。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7点钟的3D 舞台30频道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今天呢是一个两个帮派的火拼啊，是个貂蝉帮和型男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食之战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应该是要去那里的。哎，主角来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原来你就是貂蝉他本人，没错。这是一出历史音乐剧，主要角色都到齐了。介绍一下这个戏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戏呢，我们演了第四次。对。然后在第一轮演出的时候呢，发生一个重大的意外。哎呀，我们没有完成。对。听说有人昏倒了。对。就是赛本人。有个情话，哇靠！他就下半场不能演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戏精彩的地方是呢，女主角上台之后下不了台，她下台之后也没休息，下台就是一直在那边拆法式、装法式、换衣服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，太累。所以这次体恤她，我们第四次加演的只有两场，就下午两场，8月1号、2号两场。你的身体不好的话，如果换一个体力好的，是不是能够演个20场的？不一定。我体力很好。你康复了吗？康复了，我只要每天吃香蕉就可以了。哎，对他补充那个钾离子。哎呦，这都要会唱了才行啊。他们其实都很会唱，而且就是饰演的是关羽。唱得好，酒量好，什么都好，好不好？那没有，再补充一点吗？没有，因为关公都他的脸红是真的，因为喝酒来的。你不要乱讲啊！不是，赛貂蝉8月1号、2号就在城市舞台。对，一个是礼拜六，一个礼拜天。礼拜六的下，礼拜六的晚上，下午，下午，六日都下午，都下午2点半开始。两厅院售票系统。体恤你啊，要不然礼拜六怎么可能不加演晚上？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只有两场，冤枉啊！城市舞台亲临现场，共同指挥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支持全民大剧团的赛貂蝉。谢谢。我们今天的这个是双厨斩功夫，这个形态，你们搞不好没来过，就玩人心人性。欢迎我们的两位客座主厨陈佑生、张克勤，欢迎。欢迎。这两位主厨算是我们的型男主厨啊，对，不要看他们年轻哦。很厉害，非常厉害，得奖无数，真的，家学渊源，家里听说是板豆做中餐的，做中餐的，他西餐也很厉害，是原住民，我不是原住民，那为什么你不做原住民菜？我是马祖人，马祖人做原住民料理，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你的资金力应该蛮特别，我本身现在在巴黎经营原住民主题餐厅，主要这几年都是在替政府去海外美食巡演，有能够宣慰侨胞的能力，你就知道在哪里了。那今天他们两位天厨第一阶段，我们有两阶段的天厨战功夫，所以有两阶段都会有很多的煎熬，只有人多的才吃得到，还有纠结，过程就很纠结苦恼。好了，马上我们的第一阶段主题是什么？主题是用野生海味斩功夫。野生海味，请就位。野生海味，哇哦，既然强调是野生，最鲜的。今天如果是饲养的，
基本上就失格。对，哇哦，带来的菜名叫做海味天作之合。天作之合什么意思？我选用的是这个台湾的东北角的鲍鱼、宜兰，然后还有日本的这个生蚝，还有乌鱼子跟昆布，等一下还有秘密武器来做一个结合。哦，这没吃过的，秘密武器都很厉害。吃起来就是这个是天，这没吃过，没错。年轻人话别说太早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些看起来什么东西没吃过啊？就是一个，我顶多也有吃过这个东西而已。这是仙女红茶。台湾古早味的，我们只有可能没吃过这个。有，小时候的红茶味都是这个仙女红茶味道。待会我烧了你就知道那个味道了。他小时候跟我们小时候差很久。对，也是啊，那我们就先煮好了，好吗？我们尽量是为了节目的效果，做一个正向的东西，就大家做好朋友，好不好？一开始呢，我们就先炒一下这个红葱头跟蒜头。这里就是用这样子的锅，铜锅加热比较快，对，食材熟度就水分就不会流失。铜锅的导热是仅次于黄金啊，但是我们不能用黄金来做菜嘛。然后这时候东北香了之后，我们鲍鱼就给它下，是就这样给它下，就因为是活的鲍鱼，所以我们只要稍微给它炒熟，给它下去。这个时候我用那个米酒头，我先泡这个昆布的，给它呛一下，呛一下，哇！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昆布。那个鲜味把它带上去，所以我把它盖到鲍鱼上。待会这鲍鱼在吃的时候啊，就会有那种海苔的香味，这样子。对，那把它盖起来焖个三分钟就好了。我们来煎个这个生蚝。生蚝的话呢，就一点油，把它煎个半生熟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下去之后把它煎半熟就好了。而且要告诉大家，就是优生主厨他已经二连霸了。二连霸对。对，然后就是冠军赢的才可以留到现在。哦。对。哦。那这个生蚝啊，就像做蚵仔煎这样，稍微把它煮熟后一半熟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特别好吃。其实本来就有生食条件嘛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加热过，其实它海味会稍微降低一半，吃起来的时候比较舒服。因为吃生蚝，其实台湾人不是那么能接受的。对对，太腥。对，很优雅的感觉，要优雅的，对，铺个三角形，山上优雅。三个，那是什么？乌鱼子的舒芙蕾。三角形，乌鱼子。注意这边，注意这边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藏在里面吗？起来，轻松点，轻松点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你要把它藏在里面？什么？用烤的？晒？用烤的？几度啊？200度。标准，六分钟，六分钟就可以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师傅，好，来隔壁请。哦，张克勤师傅。什么？用野生的，强调是野生。野生的，野生海味，带来的菜名叫做奥斯陆海鳌虾，佐防风跟卷饼。防风根卷饼是什么？防风根是一种类似像芹菜、萝卜的一种根茎类植物。哦，对，请看示范。好，我先来介绍一下。我们要提黄金，要提黄金。我先给它保冰箱。它就是鳌虾，对，它是挪威来的海鳌虾。我们就先来做一个今天的配菜。这个主菜是等一下，我们先做配菜。它是主菜，它是配菜，它是配菜，配菜，好虚华。它长这么大这么不容易，它是配角。对，天哪！哦，下来下来，最爽就是这个时候。对对对，最爽就是这个时候。太过分了啊！它是我们台湾的食材，叫面包果。面包果，面包果，它是花莲台东的面包果。面包果，面包果，叫南瓜泥。可以试试看吗？两个放在里面一起试试看。看起来像南瓜泥，对，看起来像南瓜泥。可恶，居然没有骗到。一点点的荆棘，荆棘，给了。那我们就拌了陆川菇，再加沙拉酱。沙拉酱，这是有味道的吗？对，我有调过了，然后里面会有带一点点辣味。那个辣是什么调进去的？我加一点辣根酱。哦，辣根酱，对，加点辣根酱下去。好，你就把它搅拌一下。哦，哇 ，OK。哎，你这好像露出来了，这个。啊，怎么样？我们也好想吃哦。你再多弄一点，剥出来吗？可以把多一点倒出来吗？来来，那直接买吗？哦，两个事情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球了，剪刀石头布。有，哎有。对啦。有，哦，才一个而已啊。就一个。试吃而已，我要吃成品呢。那时候不，那时候不，还是给黑白啊？不配啊！哎，有，谢谢，哇，辛苦了，哇，满满的一池哎，好吃啊。没事，多一点我不介意。哇，好，好吧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我们介意啊？对，啊，嗯，我不看你可以了吧？
生气。面包可以吃起来像开胃哦。瓜吗？有点。那我们接下来做成酱汁。这边我们就是用奶油，然后爆香洋葱碎。我们会用到很厉害的白酒。日本的白酒有多厉害呢？这最近很红的日本东京饭店木村拓哉特别使用的白酒。哦，他喜欢的那一支。对，就是这一支，现在卖到缺货，就这一支，加一点白酒下去，然后它有淡淡的果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淡菜。马祖来的淡菜肉，淡菜肉，对，淡菜肉。哦，你的淡菜不是从巴黎来的，是马祖，马祖来的。巴黎现在没有淡菜，巴黎没了，对，都是马祖来的。就是这个是淡菜的原汁，就充满了海味的原汁，所以好好精力汤的感觉。对，嗯，我们稍微把它煮滚，倒入我们的鲑鱼卵。哇，因为鱼卵放在这个汤里面比较少见。鲑鱼卵放在这个汤里面，你要全倒吗？全部倒下来。哎，那个佑生，拜拜。拜拜，不好意思哦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们加一点点的初榨橄榄油 ，extra virgin。对。那这个虾夷葱呢，我们就到最后的时候要盛盘的时候再加下去。OK。鲑鱼卵的味道已经喷出来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请中间就位做第一次的选择。这边是他，陈佑生，红领巾的。嗯。那边是张克勤 ，OK。蓝领巾，蓝领巾的。你想吃哪一边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三起准备，下来！全部都是男，还有不约而同，是不是因为这个比较默契呢？林俊逸，请说话。我觉得我对虾蟹就是完全没有抵抗力。你怎么说？我也很好奇那个防风根的味道，相当好奇。志伟，怪你刚吃，你是怪就怪我吃的那一口，真的太开胃了，太很好吃，开胃了。嗯，但我本身也爱吃虾蟹。讲的好像这边没有虾蟹一样，陈佑生，我们这边有没有虾蟹？我们有蟹，我们这个雪花蟹膏，我们有蟹，还有虾米、尾鱼大腹肉。你怎么就是他？还有鲍鱼干酱 ，Hello， 这是诈骗啊！乌鱼子，我们有第二 round 机会 ，OK？ 来，我们看他准备完成下面的阶段，尾大腹肉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它这样子切上去，好漂亮，这感觉是炉边烧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把它串烧，然后烟熏一点台湾的二砂跟红糖，串烧它会有点台湾味。哇，你看那个，哇塞！师傅通常在第二个单元的时候都会拿出自己的大绝。对，哦，大绝，对，这个超香的。哇！哎，有出乎了，出乎了，对，好香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它拿过来，对，把它稍微烫烧加一下。哦，因为这样熏，直接火在上面，就像日本吃炉边烧，它会烧一种食物嘛，对对对对对，让它熏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你闻到有焦糖香，很香很香，是焦糖的味道，很香，对，客气，拜拜，好香哦，烟熏的香气是非常香，对啊，去做，好了，嗯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台湾新设的那个黑香菇啊。然后去把它跟那个鲍鱼的肝，那我把它烤熟，淋一点醋，然后再用这个台湾香菇跟油一起煮它，然后再用这个学长蟹膏，蟹膏哦，下去之后眼睛一直不要哭不要哭了，不要，刚刚直接烟熏到我眼睛了，哎呀，我只有流一只眼泪。也就说实话吧，刚刚一票都没有投给你就难过，我很难过，我知道，我想说，今天那个通告费全都砸进去，怎么没有人选我嘞？哇，这个这什么？这个别人有痛，这个是那个鲜奶油，等下鲜奶油，投一点这个奶油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试吃，好香哦，可以试吃，来来，凯旋，我们焖过的鲍鱼，鲍鱼也可以一起吃，凯旋，哥。志伟，你吃过的，你讲过一遍了，吃过的不能再投了。让大家起码丢吧。那我们民主社会，我们投票吗？吃过还可以再投吗？可以。啊，是过人了，真的真的。来说不。我们也。不然再选，再一个。再一个，剪刀说不。哇塞！哎呀。剪刀石头布。唱歌。我帮你啦！啊，你帮我？对，你吃一天嘞，在这里，不要在这里帮我们。你吃一天嘞，我吃不出。哇，这个好像比对面还要精彩哦。三弟，他用那个鲍鱼的内脏，有点像现在铁板烧里面都会这样做。对，哦，把鲍鱼的内脏当做酱，没酱吃。现在就是吃全什么什么松香恭维，有跑掉？非常非常大，天作之合。对，那个酱汁怎么样？
其实不会腥哎，而且很有一种很特别的海的感觉。学长蟹膏啊，满满的蟹膏，跟那个菇搭在一起，那个黑香菇的酱搭在一起，效果非常好。哦，哇！那我们先说，要开始试吃大尾鱼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，我们要等海苔了，也这个不重要。对，搭配这个，我们的来自芙蓉海边最新鲜的九孔包，没错。那这时候我们就淋上刚刚吃的这个酱汁，一层一层淋上去。哇！哎，你不要用卫生纸，不要，我用手指头就可以了。不行，这样会犯规吗？台湾的乌鱼子，满满的给它上去就对了，这样才够台啊。哦，我放一点香菜苗，因为这个吃起来会非常的丰富，就是口感会非常丰富，所以要一点香菜，有一个香菜香味，对，然后再一点花，层次，对，然后我用这个月桃叶把它包起来，就是显得就是有这个天作之合的感觉，海味天作之合完成。还没结束，在那边，在这边请来，好强哦！粉酱里面会加满新鲜的马粪海胆，哇塞！OK， 他用这个网子，他用这个网子研磨出来的，等于叫做海胆酱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海鳌虾，挪威来的海鳌虾，挪威来的海鳌虾，下面干煎，对，下面干煎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用这个是75%的酒，75%柑橘酒。然后瞬间让它毛细孔收缩起来，我们只要吃5分熟就好了。目前大概只有3分熟而已。对，好，这时候就把火给关了，火关了哈，呛下去，来哟！哇，好漂亮！我这边就给它烧哈。那我们现在取一个就是玉子烧的锅子，刚刚的海胆酱的煎饼。嗯啊，这锅子很方便。对，对啊，煎出来做成网状饼。对，做成碗状饼，像蕾丝饼的那种感觉。它像松饼，可是有点像了。对，面糊的含量没有那么高，所以你会吃到食物的原味会比较多一些。OK， 不会都是面粉。对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刚刚煎好的海鳌虾放在里面。好，把它卷起来。包在里面吗？对，把它包在里面。哇，漂亮哎！它就会变成一个网状卷饼。对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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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卷，对，有点像蛋卷这样。那我们就把它刚刚的蟹肉就来做配菜。是啊，漂亮 ，beautiful。我们现在就来组装一下，三菜鲑鱼卵酱，我们就把它点在这里，满满的鲑鱼卵。好了，又成功。太过分了！压箱宝来了，是什么？防风灯？防风不是，防风灯降在这里了。那这是什么盐吗？这是鱼子酱，鱼子酱的20罐的鱼子酱浓缩成这一条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闭着眼睛跑。那以创意来讲，这个太猛了，好夸张哦。所以我们就点上一点点食用花，好，完成了，这就完成了。只有人多的那一组才能吃得到。而且吃不到那组还有处罚哦，那个处罚真的很恐怖。好，现在第一阶段准备就位，最后投票。天厨斩功夫第一阶段最煎熬的时刻，你要选谁？一、二、三，请准备。这个每一样东西都那么好，但是这个叫天作之合。我非常期待他那个用生蚝里面那个肝脏去熬煮的那个酱料，然后配合他烟熏的那个主菜，就是那个大部肉。我要吃到那个烟熏那个感觉跟那个酱。Yes， 你怎么说？我就是吃了那一口啊。哎，张教授是我们这边的型男主厨，对不起，张教授。你后来相较之下为什么想吃那个？说实在，我是想要投这边的。但是我以为大家会投这边，因为一开始的四位都是投
重点是要投到才会吃得到嘛。对，哎，其实很聪明哎，第一次四个人都投那边，他只要加上去，他有三个人，他起码有过半数。其实我一开始有这样想，要这样做，但我觉得我要顺从我忠于自己的心。先喝金力汤来，先喝金力汤。今天的金力汤是。哎呦！啊，你把人家弄倒了。今天它是芹菜炒花枝。OK 啊。好恶心哦，也是海味啊。臭野生海味。不会了，不要这样讲。我真的觉得要忠于自己。OK 是不是？哎呦，笑。林俊，帅仔，真男人，好恶心。他其实没有那么难吃了。你们两位，有水，请用。他就把。血肠蟹就帝王蟹部分，把它做有点像面线那种感觉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，它有另外一个蛋白质的饱足感。对啊，懂不懂？其实血肠蟹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真的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咸跟甜跟整个蟹是爆出来。有没有看到？专家，这个很开胃，对，是很开胃，荆棘，对，而且是你家乡的淡菜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要尝一下，还是马祖？哎，他们是不是现在想要再让我们觉得好像选错的感觉？你们就是选错了，怎么样呢？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我一点都不会，我就要吃这个。说这个单元这么多师傅来过，以现在目前吃到这个技法跟味道，你还是第一个。我怎么觉得我突然间不太喜欢李淑华？有影响到我？我问你，你刚刚讲不算场面话了哦。没有，那因为你场面话越说越好，我就不是。你看这我很少这样吃完的。哦，吃完，哎呦，哦，对哈，很少吃完的，是不是因为量不够呢，还是什么？是有一点，没关系。来，三位请坐。我先吃蘸酱鲍鱼。什么叫八分熟 ？Q 度 ？Q 人？它那个鲍鱼的 Q 度呢？你吃十颗他做的鲍鱼，你也不用去打肉毒，它不会让你嚼到那种觉得很酸。OK 的。它味道一直在你的口腔里面这样子回韵哦。大腹肉，鲍肉的大腹肉，大腹肉来了，外面全熟。加上烟熏，这个口感好舒服啊！你这是一口塞是不是？超好吃的舒芙蕾，对，那个舒芙蕾的，它完全忘了，不让我忘了，它是一个甜点在用的，它让我觉得它本身就是应该要用在料理的食材。它刚在这个舒芙蕾里面所掺杂的日本生蚝跟尾鱼合在一起味的，对。因为这尾鱼做的，它其实跟牛肉很像，质感很像，跟牛肉极像。而且什么叫画龙点睛？它在最后丢上那个花，紫苏花，紫苏花的味道、香气，整个天作之合。掌声鼓励，太好吃了，超好吃。双厨展功夫，还有第二阶段，还能翻本，还有一次机会。我们欢迎另外两位主厨 ，Jerry and 达棍。先从达棍师傅这边开始。另外一边在那边准备的呢是杰瑞师傅啊，我们的天菜大厨，也是蔬果雕的大师。第一阶段是野生海味，第二阶段呢是禽类和主食的结合。哦，达棍，菜名叫做佛罗伦斯勇士鸡。佛罗伦斯勇士鸡，所谓的勇士鸡，我今天加我们的素豆。素豆，素豆，对，这个就是素豆，我们家一年可以吃一到两次，不好找。对，只有原住民的部落啊，营养程度极高。主食是什么？我今天用的主食是泰国米加红藜麦。那我刚刚这个泰国这个米哦，有预先煮好。对啊，待会我会再拌一些这个鲜奶油下去。泰国米、红藜麦、鲜奶油。对，鲜奶油跟奶油，还有用这個。它是用它不是生米炒的吧？它应该是蒸煮过之后。没有没有，生米蒸米。用生米炒的。对，生米炒的。然后用像炖饭的概念，鸡高汤。当归鸡的当归鸡的高汤。哦，当归鸡高汤。三当归。我们看到那么一条一条的什么东西啊？那个。好，这鸡肉吧。这鸡肉。对。哦，有处理过吗？对，已经先处理过了。你加了什么？这鸡肉里面就是我刚刚讲的素豆。哦。然后还有这个龙葵。龙葵。然后鸡肉慕斯。鸡肉慕斯。鸡肉的慕斯。对，鸡肉才去打的慕斯。哦，去打。对对对。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，然后调味，好，用一点盐跟白胡椒粉，然后一些蛋白，然后把它塑形，塑成水滴形，做好再蒸好以后，我们再接下去煎。OK， 对，功法前面好像感觉到蛮复杂，很复杂哦，蛮复杂的。你要油煎刚才的那个，这个算是鸡胸肉的肉泥卷，对吧？对。哇，那个不知不知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一些这个三当归，三当归，做一个去煎哦，做一个炝锅，让它味道会更好一点。哦，
那我们稍微先上色以后待会就是我们会把它切开来，切开来我们再会煮一个就是那个佛罗伦斯的一个白酱，白酱然后淋上去。佛罗伦斯的白酱跟意大利的白酱有什么不同？我们是用那个 Gria cheese， 就是比较不一样，就是里面会有加一点 cheese 在里面。OK， 是加上什么米酒吗？不是，小米酒。君度酒，君度，对，哦，君度哦，哇，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取过，准备取出来了，取出来了，来看看，杰瑞师傅，准备来 ，OK，Let's go， 禽类和主食的组合，今天带来的这一道菜菜名叫做熔岩松露鸭香堡，熔岩松露鸭香堡，用鸭肉，它的禽是鸭，那你的主食是？主食也是饭，主食是饭，对，这是什么议题？这是用锡兰红茶下去泡煮的乌骨鸡蛋。OK， 锡兰红茶泡的乌骨鸡蛋，怎么说要看到内容？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了。好，好，哇，真的是我们家的鸭！你已经烤过了。对，这一只呢，它是来自宜兰三星。重约3公斤的鸭，樱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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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鸭。这里头呢，其实有拌过这个香茅跟松露的一个香料油。香茅油跟香料油，然后里头呢，它会吸附里面的一个鸭汁，鸭油，生米下塞下去，然后对，生米下去炒，炒香料之后混合进去之后，它会吃到它里头的一个鸭油，鸭油，鸭油。那我们现在这鸭这样烤多久啊？这一只呢，至少要烤2.5小时。哦，搞刚了，费时。对啊，对。然后里头呢，我加了这个三色的藜麦哦，因为现在吃藜麦呢，其实是比较养生、比较健康的风潮。是是，对对对。我们今天的鸭要做一个脆皮的效果，那外层我们再补上一些松露香茅油。这也是松露香茅油，松露跟香茅结合，这个就是它拿来炒那个生米的油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我这个在后面哦。在回热的时候，也是做这个松露香茅的一个香料，再去回烤。OK。接着我们上这个是蜂蜜吗？蜂蜜的。我们的麦芽糖水。麦芽糖水。我没有这样搭配。会脆。你要让它去哪里？接着呢，我们要让它淋油，把它做一个脆皮的效果。脆皮。那我们这边脆皮了。哇！这鸭皮的表面。哇！你这个油温要不要180？要，油温要高一点。我们要高温。各位所有亲爱的朋友，第一次的选择，你想吃哪一道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请举牌。又来了！不要再骗人了。你们就最好不要跑票哦，不要跑哦。小马说话。但相较于当归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吃。他做的东西松露很难选啊，我还是很好奇松露在鸭肉上面做结合的味道是什么。松露跟香茅都很有个性哎。对啊，他们结合到底会是什么？我好奇那个味道。松露跟香茅，记住你们所投的，你们要相信自己。刚就是这样啊，刚刚就是这样啊，就有两个人跑票啊，是气。现在我们看打棍，把勇士鸡好好的完成。来，这边请。来，一样，我们都是用刚才的这个菜。对对对，龙葵、昭和草，用白酒跟油，还有蒜，还有蒜，对，蒜末，对，蒜末。白酱我们就是用奶油，好，高筋面粉，然后就鸡高汤跟鲜奶油。奶油高筋面粉，对，然后鸡高汤跟鲜奶油，把这个格压 cheese， 对，刚刚的格压 cheese 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哈。海盐，你的火要不要关掉？让它再搅一下，再让它热一下。好，你把它弄得像 gravy 一样这样子。对，待会我们会把它做一个淋酱的动作。来，这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这边做一个一大勺的鹌鹑蛋。一大勺红茶鹌鹑蛋。什么叫做一大勺？就是日月潭的哦，烧煮啦，对对对，烧煮啦，烧煮对，安全。因为红茶在日月潭是非常有名的，对，所以用红茶哈，然后用一些冰糖跟酱油下去卤，对，你们可以试试看看，可以试吃，可以试吃吗？可以，两个人，多的人就离开哦，吃少的往下走啊，黑白，啊，什么啊？我最少的两个人吃，对啊，谢谢。
淡水也有啊。再灌注一点哈。没有，那原料拿来我家里就可以做了。对啊，是吧？小心烫哦，小心烫，小心烫。哇，这里面什么？烤饭。炒饭，烤饭。对，我们刚刚的饭，刚刚那个饭。哦，泰国米加上红这个下去稍微烤一下。它的那个红茶味，然后微微的一点冰糖。甜味，甜味，后来会顶上。那个超市都买一颗一颗的真空包装，打开就吃了。达辉，你看他这样对你啊，达辉。不是，我们大家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嘛。各位民众，你可以先离开吧。那蛋吃起来不会很干涩。这民众长得愤世嫉俗的，愤世嫉俗。它蛋黄感觉绵密啊，说实在，蛋黄很绵密，对，不会觉得是舒服的，很柴。你真的把这个藜麦啊搞得好绵密啊，嗯。哦，用翻刀来切，翻刀翻刀，哦，好碎啊！你先不要动，他拍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就是我刚刚讲的龙葵、鸡肉慕斯跟素豆，素豆，素豆，整个灌进去鸡肉里面。龙葵、鸡肉慕斯跟素豆，对，哦，好美，哇哦，有，是这个画面，对。哎，他刚刚一拿刀之后，我打算要选他了，有点怕。刚呛那么大声，这样看起来很像小卷哦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放一些昭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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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野菜，哦，赛德克族都在哪一带？哇，确实，哇，这么多，花莲，花莲，花莲，南投仁爱乡，南投仁爱乡，对，这橘酱应该很棒，对。这好像我们那个是那什么，那卡斯达，卡斯达酱，可能泡再一次，再来，你还要这个效果啊？先弄饭再淋这个，嗯，好过分哦！表面的起司丝受到加热，然后跟着它这个酱，把它弄到金黄色，哎，被加热，哎，这酱被加热到的效果，香气会在嘴巴里好多层呢，哇，漂亮！我们的佛罗伦斯勇士鸡完成。来看看杰瑞的压箱宝，来这边请，把这个乌骨鸡蛋，哦啊，不容易，啊啊，哎，熔岩，熔岩，熔岩，可以，熔岩松露压箱宝，搭配着一点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白兰地的一个九字番茄，哦，九字番茄，白兰地九字番茄，搭配着一些金箔，食用金箔，让整个质感可以跑得出来。这是我用另外一只鸭。的鸭汁所浓缩提炼的一个酱汁哦，那这边呢会想让大家来做试吃，哦，就是好，我们没有机会，我们没有办法配的，对不对？也没办法，也没办法，伤心哦，对啊，还有另外一只鸭的鸭汁浓缩，对啊，不是最少的师傅，小时候没有没有，小时候啊，哎呀，小时候，啊就，哥啊就。小时候，我们两个就来这边，我们搭配着一些面包，谢谢，会相当的浓郁。多一个，对啊，有多一个，多一个，我们不能吃可以闻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样？哎，讲话，我们不能吃可以闻吧？很好吃，浓郁。我认为它这个酱是可以直接拌意大利面。它整个鸭的精华都在里面。你鸭，你加了什么香料？就是八角啊，那个啊，有八角的味道，丁香、丁香这些，然后酱油，然后里头比较重要的是，它里面有松露。陈哥，我觉得你那个拌面可以用鸭油拌面哎，新鲜的芒果打起，还有新鲜的荔枝，我们来打果酱啊，厉害！那为了让这个果酱呢更浓郁一点，我们会加一点橄榄油进来。芒果加荔枝加橄榄油，会让酱汁更浓郁，才更透。然后这边再补一点君度陈酒，啊，哇，这个是饮料吗？好，两种蘸酱。我准备了一个鹅肝冻，鹅肝酱，鹅肝冻，对，鹅肝冻。铺上去，然后搭配着这个。水蜜桃的一个芬芳的香气，什么啊？有没有镜头开心？为什么这个表情？天哪，你这过分了！头有点晕，头有点晕。压箱宝完成。哇！好，
今天进行我们的第二次最后的选择，双厨斩功夫第二道菜，你想吃的是一二三举牌。张秋勇师傅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这次的策略是什么？我终于记得原味，因为说实在，因为鸭的部分，每一个味道我基本上我可以感受得到了，我吃得到这些味道。那这边的什么素豆、什么昭和菜，我没有吃过。我想试看看。他们举来的是没有跑票的。他刚才切的那个鸡肉之后，你看到那个东西，你不想吃？我想吃啊！而且他那个鸡肉，它是鸡胸肉，但不柴哎。两个，那个张秀，什么？金丽堂。为什么我两道都没有吃到？来吧，来两道金丽堂吧，来。金丽堂是的。什么？什么？宫保鸡蛋。哎呦！蛋，不要好吃，不要好吃，这个好硬，不要好吃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I like it， 酱汁有比较好吗？好辣哦，太多辣椒，太整人了吧？应该把功法挑掉吧？看了都流汗了。好辣，麻烦你先品尝一下，告诉我们到底如何。然后这就是刚刚的那个昭和草，昭和草哦，对，那叶子不会呱呱吗？不会，它那叶子不会呱呱，只会顶呱呱。不是，因为这个叶子我们不会想到，出去是我们不会想到把它拿来做菜啊。对啊，哦，啊啊啊，呱呱，山芹菜。就山芹菜，你去那种野菜店那一种，你才会吃得到那一种，就是现摘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对，现摘的野菜，昨天才摘的，昨天才摘的，这个私厨，好好吃，好嫩啊！五峰乡啊，在五峰乡，五峰乡新竹五峰乡，对对对，我还特别开车上去，是是是，那边泰雅族的，对，泰雅族，哦，哎呀，其实今天走很原住民风，对，所以都吃不到，就吃不到，对，生气气，哦，鸡胸肉好嫩。好嫩，你看看，好嫩啊，好嫩啊，绝对好嫩，很嫩很嫩啊！我在啊，哎呀呀，这，哎呀哎呀，真好，那个是重点的，原来，因为他刚花最多时间在煮这个，对，这样的组合完全又不一样，你那个气质像木屎一样，哇，你看真好吃下去，原来是需要这样子吃的，对，你们吃不到，再次强调，真的。这个说真的是一般我们吃不到，你如果去原住民餐厅点也吃不到。你为什么有两颗蛋出来？鹌鹑蛋很好吃，嗯，好香哦，少主的，嗯，哎，很卖哎，可以卖，真的可以卖，真的可以卖哎。我们吃到铁蛋，像这系列，你会第一个咬起来一定是硬的，对，硬干，是软滑，它是软滑香。蛋黄部分完全就是湿润度的，对啊，松软，而且它这种蛋好像听说可以解辣，我们两个真的辣到不得了，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解一下辣？不是，不行，这个我们顶多只能让你剔一点牙。好，谢谢，残忍残忍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是。那我们就做了，然后这边我们就是可以把它串起来吃。三个要一起，三个要一起吗？对，好的。鸭胸、鸭肝，然后大芒果酱，哇，那个脆皮的口感居然还在哎。嗯，鸭肉是因为这个果泥变得特别的，变得软滑，果泥很厉害。嗯，然后这果泥还可以刺激唾液。嗯，对，然后果香味、果香、果酸对于果泥对鸭肉都很有帮助的。各位鸭油，鸭油淋到你们的主菜里面，陈哥刚好吃的时候非常这个饭哈，很妙。这个鸭肉饭经过这样的蒸煮之后出来的效果哦，这边我们可以拌着一点，还有然后它那个酱，我刚刚的确吃的蛮感动的，我想到大的饭一定很精彩，因为它这个饭呢，它的咸度没有很高，所以我们要搭配着这个酱来吃，寿司，好好吃啊，这饭变得好讨喜啊，这个酱的效果非常好，这效果理解，嗯，香啊，哦，香好吃哦，对，因为那个饭好吃的嘛。那其实它除了鸭油跟鸭汁，那个饭闻起来有点像烧腊店的烤鸭饭的味道。可是我这饭太好吃了。可是它的味道，它吃起来的味道，多带了一股对松露的松露香味。掌声鼓励！
我们今天的优胜呢，就是吃到两道都吃到的，刚好有三位是吧？嗯，就是我们两个。嗯，还有大冠。耶耶。我们三个今天的优胜奖呢，是我们的好汤系列，刚刚才在我们那个五月份推出的。没错没错。现在开始，来，先我介绍一下，由宝宝师傅做的何首乌山药炖鸡汤，哇，然后我做的是姜黄木耳排骨汤，然后我最做的是茶树菇黑蒜炖鸡汤，所以我做的呢，凯做的是韩式五谷人参鸡汤，哇，韩式，还有 Max 做的包菇四神猪肚汤，元气，哇，这五种汤在哪里可以买啊？在哪里？你的网站上面就可以预购，不是网上就能，对，哇。很精彩哦，很精彩哦，比较热，非常浓郁。OK， 我们要了一个汤，而且一盒里有三包。对，哦，一个礼盒，一盒里面每一种汤品，一盒里面就有三包，三包很好。分一下，好不好？先分一下，来，我们就好好来分一下这个好汤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再谢谢今天所有参加的朋友，我们把那个什么来把那个好戏介绍一下。哎，八月一号、二号下午2:30在城市舞台，这是我们第四度加演《赛貂蝉》，希望大家呢多多来支持。现在呢，疫情已经开始慢慢的解封了，对，希望大家一定要走进剧院看一部好剧。啊 ，OK， 两场加起来不到3000张票啊！对啊，两厅院售票系统，两厅院售票系统。如果你喜欢《赛貂蝉》，第十一位就选他。谢谢，谢谢来宾，谢谢观众，谢谢，大家还是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足球》。祝全台湾喜欢吃好料、看好戏的朋友，天天都幸福、健康、快乐，拜拜，谢谢，型男好媳妇争霸战，那得会买又煮，还得伺候好婆婆。为了这称号，所有人都拼了。一般有出现，突然没有生命迹象了。这样，好，可以，你要看一下，你最近好像很少，很少吃。这是哪一层？没有时间了，我必须告诉你们，真的没有时间了。赶快救！我们到后来不是要吃御饭团的，我提醒你们啊。哦，不要担心，我们至少会有一个蛤蜊汤可以喝。你要干嘛？我要炒海鲜啊，干捞就可以了。OK。今天有几号？你要碰到婆婆啊，对不对？好媳妇，超市采买指定菜色要省要缤纷，两队却一路走歪，拿着现金就想摆过当大爷。炎炎哎，好缤纷哦！小姐，你买了很缤纷的炎炎，然后换了1000块，然后都没有食用过啊！你只想要刮一闪就缤纷缤纷啊！海军姐很容易失控。他看到贵了就想买，我是买熟菜配就好了。我觉得你在这边会花太多钱。我们有最后一包蛤蜊。蛋包饭，你买蛤蜊干嘛？你买泡菜跟那个腌番茄干什么？我发现我们钱有点多，然后看到那边有。我发现钱有点多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